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因缘小聚，我们非常期待在这个时刻与大家见面。在今天的节目专访单元，为大家进行的是中国美术史，请到的是艺术工作者蒋勋蒋老师。今天的中国美术史，蒋勋老师要我们介绍的是宋代书法。是我们在一系列谈宋代的艺术里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几个单元介绍几个重要的宋代的大书法家以及他们重要的书法作品。我想在中国美术史里，其实书法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大概全世界的艺术都没有啊，就是文字可以变成艺术表现上这么美的东西。可是我想特别是宋朝，因为宋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由文人建立的一种美学风格，那文人手上拿的这支毛笔，那么在纸上用墨来写字，书写他的心情，就变成最美的一个艺术表现。嗯，我们一般讲起来，在像唐朝，唐朝很精彩的部分是楷书，就是写的工工整整的这种字，要不然就是很极端表现的狂草，大概就是走两个极端的风格。可是书法上，一般人说宋人尚逸，宋朝人好像逸到比不到。那么其实是讲说宋朝因为是文人，所以他们写字写得很潇洒，他们写给朋友写信或者是写一些诗稿，他们留下来的那个墨迹他也不特别去修饰，比如说如果写错字了就写错字了，所以就是一个书法的一个原稿的感觉。他们强调的这个意义的意思说真性情，写字就是一种真性情，你刻意去做作反而违反了艺术的这个本质。所以我想这是宋代书法最精彩的部分。那通常我们讲宋代的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排名第一名的就是苏东坡苏轼，所以我们今天也很想借他来讲宋代的书法到底特殊在哪里。那他在台北故宫有最有名的一个书法作品叫做寒食帖，那我们今天就用他这件作品来跟大家做介绍。那寒食帖是他在1082年用毛笔写下来的他自己的诗稿啊，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苏东坡是一生最倒霉的时候，因为大概在1079年的时候，他被很多小人诬告说他对皇帝不敬啊，如何，他就被抓起来了，他关到监牢关了100多天，那么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对文人的一个迫害，一个文字狱。那么后来没有判死罪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他就被下放到黄州。那么最苦的时候朋友都不敢碰他，因为他等于是政治犯。那么这个时候他心情是在最郁闷的时候，最沮丧的时候，他就拿起笔来写了这个诗啊。我们读一下他这个诗句啊，非常的简单。他说，自我来黄州，自从我被下放到黄州这个地方，已过三寒食，其实已经过了3年。寒食大概在清明的前后一个节日，我们现在比较不过了，就是春天的时候，已经3年过去了，年年欲惜春啊，就是每一年到这个时候我都很惋惜春天要过去。我们注意一下，苏东坡的诗是特别平易近人的，他很少用很难的字，他也很少故意卖弄典故，他就希望说能够直接把他的心情讲出来，就是在自己落难的时候觉得生命里面有过最美的青春，可现在春天要过去了，他很惋惜，可是惋惜也没有用，所以他说年年欲惜春，可是春去春天还是走了，不容惜，你就是惋惜他也没有用。这里面有一种感伤啊，有一点觉得生命就是这样子，时间慢慢在过去，那你要勉强去留住他其实也留不住。那今年啊，今年又苦雨，他说这一年偏偏这个季节不太好，老是在下雨，苦雨啊，老是在下雨，两个月以来不像春天，有点像秋萧瑟，有点像秋天的这种荒凉，有萧瑟就是有点萧条的感觉，好像花都开不好，然后树叶都在凋零，不像一个繁华的春天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苏东坡这个时候讲的不完全是季节，可能讲他的心情，就是这个人因为被关到监狱又放出来，现在在落难的时候，朋友也都不敢理他，所以非常的孤独，所以他就觉得3年来这个春天都不像春天，过得像秋天一样的感觉啊。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啊，春天海棠花开了，可是因为他在生病，所以他用了卧，因为他卧病在床，
所以他就在那边看这个海棠花。我们知道海棠花的原生种是在四川，那苏东坡刚好是四川人，所以他看到那个花有一点感伤，他觉得这是故乡最美的花，可是他又觉得这个花因为一直下雨，不像春天，所以这个花都在凋落了。那海棠有红的有白的，那花掉下来以后就泥污胭脂雪啊，泥污就是花掉到土地里面以后就被泥土弄脏了。那有一点这样讲他自己，就原来在四川他是一个才子，那意气风发，他也有很美的生命，可是现在关过监牢然后落难，他觉得他自己都被弄脏了，都被污染，被政治所污染了，所以泥污胭脂雪，胭脂是女人拿来化妆那个红色的颜料啊，胭脂所形容那个花的红，那白色的花像雪一样，可是都被泥土弄脏了。下面有两句是比较不容易懂，因为他用了庄子的典故，说暗中偷妇去。暗中偷妇去是庄子讲说时间有点像一个小偷，就是偷偷摸摸把你所有生命就偷走了啊！暗中偷妇去，你都不觉得好像二十年就过去，三十年就过去。因为苏东坡原来是一个很达观的人，对生命很乐观，可因为被小人诬陷然后坐监牢出来以后，他发现他头发白了，他在镜子里看到，他觉得哎，我怎么已经四十多岁，他以为他还二十岁，所以暗中偷妇去有一点用了庄子的典故，说这个时间像小偷一样就把我的生命给偷走了。暗中偷妇去，夜半真有力，他说连半夜你睡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脸上可能就有了皱纹，头发就白了。所以他说何书病少年啊，我们注意一下，他这里是一个诗稿，所以他漏了一个字啊，忘了一个字，这里他就把它补进去，何书病少年。他觉得他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在生病以前他觉得他很年轻，还像一个少年，可是病起，生病起来的时候头发已经都白了啊，就是因为这次对他来讲是一次大难，关到监牢一百多天被审问，那他讲的不是真的生病，是他在这个落难当中他用这个病来形容，这是他的一个诗稿。那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了这个诗稿，我相信一定很多朋友问我说，为什么他是宋朝最好的书法，为什么大家说这是苏东坡的第一名的传世书法，因为看起来好像很随便写的。那我现在把它放大，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书法放大了以后，这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诗的内容，我们会看到苏东坡用毛笔的方法有一个东西别人叫做绵中裹铁，它里面非常的刚硬，可它外面像棉花包着一个铁，那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很有个性，可是如果你很有个性你会伤害别人，可是你外面可以圆融一点。对，所以因为经过一个大的灾难以后，苏东坡开始懂得跟人怎么相处，因为他原来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他看不惯的东西他就会批评的。那这个绵中裹铁其实是苏东坡领悟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多的看不惯的事情，你可以有很多的是非，可是你可以有很多的包容。那我觉得这个包容是棉花，那里面是有铁，并不违反说你其实是有是非的。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他的用笔啊，表面看起来是很随意的，看起来很柔软，可他的刚硬都在里面。我觉得最美的字是刚才讲说花跟泥这两个字，因为花凋零了以后它会掉下来会变成泥土。我们说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就是花凋零了变成泥土其实是保护下一次花的生长。所以我们看到花跟泥之间它用了很多的牵丝，细的笔的牵丝去把它牵在一起。如果我们不放大，我们可能看不到苏东坡的用笔里面除了柔软也有这种很细致的部分，我觉得有一点像泪痕在里面流动的那个美。所以书法本身第一个是先读它的文学的意思，读完以后你必须把字放大去读每一个字它的用笔的这个习惯啊，就是你会看到苏东坡用笔的某一种美学是跟他的个性有关的。这个就是宋人书法的特征，就是苏东坡会觉得我写一个病起头已白，他的这个病比如说病的最后一笔拉到起的时候，他有一个牵丝跟飞白牵过来，那么这个叫做宋人上意，就是因为很随意在写字。那如果写楷书是不可以这样子，每一笔都是工工整整，大概做的也端端正正。可是我们知道苏东坡写字很有名，就是他不是悬腕的，他常常把手靠在桌上这样写，
那别人就觉得写书法写得好应该要悬腕，要很坐得很正，这样悬腕。那苏东坡不喜欢，因为他觉得干嘛要这么正经八百的写字。那所以很多人觉得苏东坡这样写字应该笔是不够有力的。可是我们看他写苦雨这两个字，我们看到雨的这一个横的这个部分到顿的部分再下来，其实非常的刚硬。这里面可以看到他很刚硬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肩架，我们讲肩膀的架势，其实他肩架写得非常的好。可他有时候他不故意做肩架，因为对苏东坡来讲，他会觉得他年轻的时候用力过度，所以后来受伤很厉害。所以到四十几岁他从监牢出来以后，他放弃了，他用很柔软的方法在过他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刚才讲到花跟泥这两个字，特别会表现出他生命里面的一种领悟，就是说你是一朵美丽的花，可是你要提醒自己，美丽的花有一天都会变成泥土。那泥土是很谦卑的，泥土是看起来很脏很谦卑，可是泥土是真正去给予花养分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字他把它牵在一起是特别有趣的一个书法，就是他告诉自己，你过去是花，可是你现在可以做泥土。那回来做泥土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的领悟，就是说你不在意别人觉得你是美丽的。那所以后来有时候别人问他说你的字好丑，他对我的字叫做石压蛤蟆体，好像石头把蛤蟆压死了那个。他就觉得哦，丑没有什么不好。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做美丽的人，那谁去做丑的人？那他觉得丑其实是另外一种对生命的认知。路上有很多游民，脏脏的，很穷困，可他们也有他们生命的庄严。所以他就开始去看这种卑微的生命。所以这首诗他后来又写了一首啊，就是在卧病期间，他讲春江欲入户，春天的那个江水好像要进到房间里来，雨势来不已啊，就是那个下雨一直下一直下都不停啊，不已就不停的意思。我们看他写错了字，因为他要写小就写成了雨，他就点四点表示这个字是写错的。所以我们看到苏东坡书法最有趣是说他不刻意做作，他觉得我写错就写错，他也留着生命里错的部分给你看。他觉得一个生命怎么可能完美到没有错误？对，生命有错误，有小小的错误你可以修正就好了。所以他写错他就把它点掉，然后说小屋如渔舟，说我现在住的这个岸边江岸边的小屋子有点像一个渔船，蒙蒙水云里好像被水包围了，在那个蒙蒙的水云里，我们看他蒙的重复就点一点，蒙蒙水云里。好，下面就讲说因为是寒食节，古代的寒食节是不准做热菜的。所以他说空袍，空袍是说厨房是空的，袍是厨房的意思，厨房是空的，煮寒菜就吃的冷菜。因为寒食节是纪念介之推，所以表示说我们不烧火，所以他说空袍煮寒菜，破灶烧尸尾，我那个破破烂烂的炉灶烧着，因为下雨下了两个月，所以那个柴火都是湿的。可是我希望在这两句里大家可以注意到，苏东坡真正要讲的是空寒破湿，生命里面的空寒破跟湿，就生命有一点破烂，有一点不完美，可是他希望在这样的不完美里面，绝望当中还能够活出自己生命的一个意义啊。哪知是寒食，因为下放到黄州来，他也不想到要过节，所以寒食节来了他也没有想到，但见乌衔纸，可是他看到乌鸦衔着纸灰飞过去。因为寒食节在清明之后，清明节大家会去祭坟，祭坟就会烧纸钱，所以那个剩的纸灰，乌鸦就咬着纸灰回去做巢。我想这是一个很荒凉的画面。对，所以他就感觉到说哎呀，他看到乌鸦衔着那个纸，我们看到衔纸这两个字变得非常的尖锐，君门深九重，他觉得他要想见皇帝，告诉皇帝说我没有做错事，可是皇帝这个时候不见他，深九重，皇帝的门一层一层关起来，他见不到皇帝。那他又想回家去祭扫坟墓，因为他爸爸的坟在四川，他觉得清明节他应该回去祭他的父亲的坟，可是在万里，四川这么远他回不去，所以他觉得他尽忠无门，尽孝无门。所以最后他说野泥枯途穷，我也想学晋朝的阮籍，走着路上走到绝望之处，在没有路可走的地方穷途而哭啊，途穷，我野泥枯途穷，死灰吹不起，可是我的生命已经变成了一片死掉的灰，
风吹都吹不起来。好，这是苏东坡很明显在讲自己这个时候从监狱里面放出来最悲痛的一种心情。那下面我们同样的把字放大以后，我想大家可以比较，这是大家认为苏东坡最了不起的书法，因为他把毛笔运用到最复杂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破造，几乎用的是笔根，毛笔的笔根去写出来的字。可是你看到闲纸这两个字，尤其闲的这个这几条线，用的是笔尖。他觉得生命有最尖锐的部分，有点像我觉得生命里面有低音有高音。其实我们会觉得书法跟唱歌一样，就是你的声音都在一个平的状况，不会达成一种美学。那个美学说我可以低到很低，我可以高到很高亢，我可以生命在很多的起伏里顿挫。那么苏东坡一直到中年以后，他的书法才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很多人都比较说，这里面有柔软，有坚硬，有非常朴拙的部分，又有非常华美的部分，所以它其实变化是最大的。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少书法家可以在一个书法里出现好几种的变调，啊，字的这个字体的这种变调的感觉。所以我特别希望说，我们在这里把局部放出来以后，啊，我们会感觉到苏东坡很多我们不熟悉的用笔的习惯，尤其是笔锋，因为笔锋你就要旋腕。而且要拉得很紧很紧，那个纸的最后一笔才会拉出来，像一把刀子一样，啊，像一把刀子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苏东坡没有尖锐的部分，而是他尽量的用棉花把这个尖锐部分包起来，尽量的不透露出他的悲痛，或者他的抗议，或者他对时代的不满。他其实用了一个圆融的方法在处理自己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用很多方法，希望大家可以对比。破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会觉得写得有点笨拙，可是我们也知道生命懂得回来做一个笨拙的人，其实是哲学上更大的领悟。就是苏东坡是才子，是大才子，年轻的时候是考试可以考到状元第一名第二名的那种人，可这个时候他觉得他要回来做一个别人看不出他有才华的人。他说他那个时候常到夜市去喝酒，喝醉了酒以后被当地的老百姓就打了一拳打在地上，说你什么东西，骂他。他就哈哈大笑说自喜见不为人事，他很高兴没有人知道他是苏东坡了。就是作为一个名人变成不是名人，我觉得寒食帖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怎么样回来做成一个不是名人，在街上别人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想这篇书法可以说是一般人都拿来做苏东坡书法的最高的一个表现，就是为什么苏东坡排在宋朝的第一名。因为第二名第三名都比不上他，因为他已经不认为美一定要坚持，有时候他可以放弃，他可以做成一个丑丑的样子。那他的所有的生命里面最尖锐的部分他都把它隐藏起来了。是是是，好精彩，我们要非常谢谢蒋老师为我们介绍苏东坡的寒食帖。谢谢蒋老师。谢谢，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非常谢谢你的收看。我们更要感谢的是锦华导播，也大爱电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